哎呦，又不想玩了，想去玩《守望先锋》。点不死人，点不死人就不想玩了。但我感觉我那个麦卡利玩一玩之后，小帮手变很准欸。我当小帮手应该算蛮准的，但没子弹了。来吧，这把终极最后一把。打完我要去爬钻石了。啊，要溜啦！嗯，我要去上另外一款游戏的钻石。这是分开的。今天好吗？其实玩2个小时而已啊，这么短。没办法哦，那个白金五还要爬分呢，还是你跟我一起去玩？你知道先打好几场吗？打很你没有打过一吗？久。然后我说他那快速，他要打，你不在打积分吗？快速对战不知道打这个几把，要打58还是几把？你如果有打过一的话就不用啊，是吧？对吧？那如果一被锁了嘞，还可以玩吗？二还可以玩吗？应该可以吧？那你开挂啊？太准了，他被锁。算了，等下找不到人，我直接玩2077啊。2077，你说你昨天玩的那个、哦？他嘴臭，别人被锁，真的假的？爆料。可以要了。